车笼子东西，还能给人家弄上了。我就拿东西，看我那车里有东西。关。看看能给拽开吧。看这梁上狗怎么弄的？真不要了？不知道呢。我看摇头晃脑的呢。那个更厉害。呀。他抽那厉害。这打开门抽，怎么弄的？你看这个锅。是不是？给那个呀，给咱这给抽是吧？抽的那么凶了，你乱学。来来来，吃点吃点，吃饭都吃光了。嗯，弄残了这俩小狗啊！哎呦呦呦！你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？你们没法吃，现在赶紧那个吧，赶紧带上医院吧。嗯，他这是抽的太凶了，站不稳都。哎呦，放！这不知道的还觉得是活跃的嘞，那这可不是活跃的。你抱走吧，抱走吧，这。抱走吧，抱走吧，赶紧！再看看呀，都带你俩去看看去走。掉下来了，这两朵这样吗？嗯，两朵这样。抽的特别厉害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？是不是这种类似于就是咱人那个小孩得那种小孩麻痹症那种症状？你看，这是。你看他这像什么情况呀？他这还需要做什么检查或者什么的确定？我觉得没有必要，状态是没问题。但是他这个头这块儿，他身体症状，拍片子看不出来的。那他这个后续的话能治疗吧？这个？我觉得可能不行。那他之后就都这样吗？嗯。好不了了，你是怎么样？不知道，你吃吃火腿肠，刚才在路上喂了一点，就是吃的还行。吃东西时候吃，但他吃东西时候就是找不准事儿。嗯，
晃得很厉害，有时候。嗯。这个我感觉比那个强点。来包包，他这还有法治吗？哎，你这样觉得还好，我觉得应该不行，这应该是遗传病吧？遗传的，两个都这样，俺们条两个都这样，跟他的心理病一样。嗯，那他这个没法。会影响睡眠吗？这个，这得上厕所的。呀。我觉得就是可悲。那给吃神经性的药物没有用吗？它只能缓解，药效过了吗？还是这样？那就相当于。要是像他好受点就得一直吃啊。对，那到后期产生抗体了不吃也没用。有抗体了没有？没有。抱起来了，抱起来晃也挺厉害。这个晃的厉害，这个抱起来的时候不是多晃，但是这个抱起来之后。晃了就特别厉害。嗯，是的。这个比这个胖点，是不是能感觉出来？那他这一大劲儿就晃了，很厉害。嗯。一点招都没有。嗯，不行，不行。吃饭了吗？那不都有影响？对，很影响生活质量了。对，那没有法，那怎么呢？再喂呗，带小袋让他单独放了，只能放。胃病胃带的多好，嗯，哎，那亲人呀，没法好，这没法治啊。看着难受，关键没法治。对，你要有法治还好点。你现在就是你给他吃点，咱只能说回去之后看他喂点营养神经的药。嗯。就是说，就是缓解症状，对吧？等到后期有耐药性了之后，有耐药性了，现在哪怕有一线希望了，能治也好。现在就是他那前两个治没法治，现在说又没法治，你这也。只要他自己一活动，然后就开始了。这个也好，这个扶着还吃重点，行，这个、嗯、这个不行。对，他可能推使劲了，他抽的也很厉害。你说是不是？然后我都没怎么，只是扶住了一下，没使劲抱起来。这饿了这么时间，不知道那个弄了谁。是的。等吃完再走。嗯。好像喝点水，走吧，回去了。嗯。你现在没有办法了，喝水也没有意义。走。快走吧。
他们俩的话，一天吃一片儿，一人一片儿，两人一片儿，对，一天一次，一次吃半片啊。但是这个的话，效果肯定是有，但是过了药效，我怀疑他可能是还真是这样，还是这样抽。这多少钱？我们那块是设定。那一瓶先吃试试啊。那回去给吃吧。我们一直让他们点了，我帮你点试一下。那他这个吃这一天大概多少钱呢？10块。10块还行。那拿着吃试试吧。这个多长时间能有抗药性什么的？这个、看情况。抗药性的话就杂量了。杂量。一般你拿是这样。先拿是这样。后边有需要可以寄过去。行。带走，俺把他俩带走啊。带走，两点时间洗个澡，洗澡看看。如果他抽的越来越厉害，他的饮食就会肯定会有影响，他找不准那个位置去吃饭，那他的这种就是说肯定会生存周期就比较短。看后边的发展吧，后边点反正体检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因为他没有什么异常的分泌物，也不呕吐，也不拉稀，好像拉的还是正常的。对，要说他有这种全面的后遗症吧，但是他你看他状态啊，眼睛啊，鼻子啊，也没有什么异常。外观看跟健康的一样，但是就是你看不由自主的抽，我看是一刻不停的，你使劲就抽，对，他这一下使劲就抽。那他这个还会影响什么呀？对，就怕他抽的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频繁，他比如说他现在休息的时候，不太抽，对，后边厉害了，休息的时候也抽，睡着的时候也抽，抽的话就这种小伤，就什么累死，自己把自己累死。可以看看吧，位置看看，然后再单独找地方单独放着吧。这样会可以看看他东西都得单独喂他的，得负责喂，不负责他找不准呀。尤其是这个是最厉害最严重的，非常的严重，都得行，那咱走吧。行，那麻烦你陈院长。行。